世界正在快速改变着，无论在政治、经济、科技，甚至大自然的环境，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变。在快速变动的过程之中，沟通跟合作是最重要的。台湾是全球第20几大经济体，在海岛型的经济中，区域的合作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。资诚是全球最具声望的 PwC 在台湾的代表事务所，我们在台湾立足生根40年，获得台湾社会的肯定及支持。对于天下杂志此次汇集亚洲的精英举办天下经济论坛，资诚非常乐意也很荣幸地参与此次的盛会。